号蓝队第一棒邱雨辰，第二棒胡宇威，第三棒郑毅，第四棒夏河西。那在红队的部分，第一棒是阿昌，第二棒辟晨，第三棒是李九哲，第四棒是杨喜玉。男子组400公尺接力的比赛要开始了。既然要担任最后一棒，就得用力跑。我被选第三，然后就开始紧张了，可是是有点期待的紧张。OK， 当西亚听到教练把我排第一棒，压力蛮大，非常毛地。其实当下也真的蛮紧张的，因为我上次跑第一棒是在我国小的时候，然后就告诉自己说，我就是专注在我自己跑道。蓝队的第一棒邱雨辰以及红队的第一棒啊，来自于南投草屯的阿昌就已经准备了。哇，你看他们这个起跑姿势看起来非常专业，两个人看起来都是比较短小精干的类型哦。哇，比赛开始啊，比赛开始！跑在内侧跑道的是红队的阿昌，蓝队的是邱雨辰。在外侧，邱雨辰还是稍快了一点。是的，现在呢，邱雨辰已经要过弯，要准备接棒，接给了第二棒的胡宇威。哇，红队第二棒，红队逆转。哇，碧晨现在超过了胡宇威，现在已经是逆转超前了。这个步伐呢，非常的快速，现在准备抢到第三棒。红队是林九哲，蓝队是郑毅。李九哲来自韩国的选手，好想赢韩国。郑毅加油！哇，郑毅在后面的持续的追赶，要经过了弯道，来到了第四棒，两队最快速的红队的杨奇玉，蓝队的夏河西。现在杨奇玉已经领先了大概5公尺，夏河西能够追上去吗？红队的杨奇玉，哇，现在通过了终点，现在通过了终点。男子组400公尺接力赛，获胜的是红队。老表姐，yes， 睡呀睡呀 ，yes， the flash， 很猛，要刷啦，要，欢迎了，再赢100公尺，不要，不要翻掉，脚酸，走，太痛了。他就没有跑，能追到，不错。OK， 好，进弯的时候有把，谢谢。还有，他也蛮快的。心情其实有一点受影响，因为我觉得应该要好好的表现的，但是就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我觉得没有处理好，觉得对队员们很抱歉。跑的过程已经痛了，跑完走回来，重新开始变好，然后再帮我多跑到中间，我就知道我的腿真的不行了，在那一刹那就落后了，就知道我是累赘。所以我就想说，我们拔河跟躲避球还可以，但是拔河对我来讲，我们非常有把握。两队都是最重的选手压阵哦，红队是李九哲，那么蓝队的部分是何友伦。然后他们体重第二重的都是在前头。我比赛开始。我现在呢势均力敌，蓝队稍微占了一点上风，但红队这边呢不肯放弃。我呢，红队在整个全汉典打头阵，现在是已经是挡太久了，蓝队快要把绳子给拉过来。在这个时候，相持，蓝队拿下了第一场比赛的胜利。哇，整体体重。蓝队比红队轻了16公斤，从来没有那么好久没有那么嗨过。对啊，好久没有就是嗨到就是说，哇！调整心情，调整心情，好，稳着。因为我们现在不一样的是，他们用绑的。你可以帮我拿出来。我们他们每个都是用绑的。对，我们这个很滑，你不觉得很滑吗？包裹帮我们拿。我们试试看好了。我们来滚一下。对啊。
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刚才是多带前后，我们再平行一点。OK， 我们认真不要抓。好，看我觉得这个太滑，太滑了，这根本抓不住。红队在这一局有不能输的压力，否则三战两胜就会直接分出胜负了。所以一开始的气势很重要，还有身体一开始就要压低啊，重心要放低，重心要放低。第二场比赛开始，哇，外线的蓝队还是占有上风，蓝队慢慢把这个拉过去，裁判点首当其冲，看能不能够扭转劣势。两个分，又是蓝队拿下了胜利。拔河比赛，蓝队以失落二比零，拿下了三战两胜制比赛的胜利。因为我是被拉最多的那一队嘛，因为我是第一个，因为首当其冲嘛。吴宇威在那边，他那个样子，杀气腾腾，然后又很帅，所以我好像也变成他的粉丝。其实呢，蒋院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其实拔河呢直接面对面，特别是排在前头的第一棒陈汉典跟这个胡宇威，我觉得你们的眼神其实蛮重要的，可不可以重现一下来到前面？